真想和军师姐姐一起呼呼的坐飞车呀，可是她好像会晕倒。可莉真敏锐啊，一定是从军师姐姐眼睛里看到了旋转的星星吧。今天的少了一点哦，昨天有很多很多金色的星星，妈妈要是在的话可能会说这些星星全是掉进云朵的鱼吧。尊贵的劳伦斯家后裔一路旅行也学了不少技巧，比如做烤饼。这个火候应该没问题吧。没想到你居然会做烤饼，你不是那种从来不洗碗的人吗？来得正好，你之后有时间吗？能不能教教我做点心？哎，那可得花上不少时间，我们不是来这里增进家族情谊的吧。行了，这时候又在意这些了，你也说了我们是普通人，像普通的表亲一样互相学习吧。这种味道的茶我还是第一次喝到，果然到期的茶叶跟须弥饮料很不一样呢。这样说来，须弥人会往茶里放香料吗？会的，不过我喝不惯，如果让我选的话还是咖啡好一点，就是喝了容易失眠。哎呀，怎么样，在圣境里有什么新发现吗？如果觉得有趣的话跟我说说也行哦。